新闻首先是来关心新港码消息。新港洪天江双海游行绕境活动，昨暗时完成嘉义市东区的绕境，主驾在新亚祖庙分财灯。随马祖圣驾绕境，祈福顶头参香之后，马祖主驾进前，金虎爷将军伫庙埕吃炮。新港码由分财灯主任委员高良进将迎进灯安坐，并且进挂金牌，甲洪天江董事长何大宏合同全体依照传统的礼仪为马祖洗涤。新港洪天宫山海游香绕境活动持续十一天，在农历十二平安绕境嘉义市东区，也住在新亚祖庙嘉义分财灯，夜间十点外，林松东路金宝宫到分财灯这一路，拢是要排队两桥卡的民众。随驾绕境的顶头，陆续到分财灯参香，李旗马、五马、翡翠马。虎爷大将军、二将军、中大元帅、众神尊，先到安坐文财神座前，西凉殿头参香了后，马祖乱驾前金虎大将军由全身区乌马马的虎爷班更咧，所到之处炮声震撼，伫文财殿广场，虎爷爱食炮，除了进场也祈求家家平安财源滚滚。受大众所敬仰的神港妈祖乱叫，由文财殿主委高良进恭敬进殿安坐，安前摆设山顶海味以及点心宴，安坐了后为妈祖举行洗涤仪式。在这山海游香迎妈祖，予咱这嘉义市嘉义县这百姓，大家拢袂艰苦。啊，所以每一摆来到嘉义市，受到嘉义市这市民大家热烈的支持。尤其咱来在里个无迄个文财殿，我高水帅呢，五六百个去咧接，因比一个过年还佫较闹热，哦，大家拢抱着足欢喜的心，哦，来迎接咱的妈祖婆，哦，希望当年咱的新港妈拢会使来到咱嘉义市，哦，予咱祝福着咱嘉义市的市民，哦，予咱会足大的欢喜心。哦，感谢新港妈祖，谢谢。虔诚的信众非常多，妈祖的魅力长期存在民众的心灵，呼吁家家户户平安顺遂。最新新闻，蔡碧彤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